冠军呢，我们又拿回来了哦。哎，什么时候拿冠军？我怎么没不知道？上一集是你家的事，我们是在拼这一集。啊，那你这一集哦，前世不看好，你看两个穿高跷的，然后一个穿皮鞋，今天就摆明了打败上来。喂喂喂，我们从泰国找来助手了，来欢迎中国娃娃。 恭喜恭喜啦！恭喜恭喜！另外一位是身材姣好的初级，另外一个是苏拉，球不可以这样讲哈，超级巨星球，这个队伍没有我的话就很难生存下去。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的组合啦，怎么样？组合，我觉得够强了。你哦，我觉得好讨厌。你看长相好看吗？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那你在觉得我吗？你在觉得我讨厌，够了，好了。 神经病！你们两个不要排在同一个。而且中国娃娃两个话太漂亮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节目的游戏规则。就是不知道才容易过关，我们每次都是不知道来的，就可能关。完蛋了啦！你硬糖发黑了。不会了，不可能了。来了，加油了。旗开得胜，超级奖榜单元，少年接力赛。这回合的比赛场地是位于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 在全场500公尺的赛程里面，设有4道关卡，比赛的两队以4人接力的方式进行比赛。最快抵达终点的一队就可以获得奖金50,000。现在主持人队和特别来宾队经过一番战略分析以及沙盘推演之后，依照各自队员的擅长项目，分别排出了最坚强的黄金阵容。 小猪队排出的棒子分别是：第一棒何雨文，第二棒孙杰志，第三棒季景，第四棒罗志祥。而小姑队排出的棒子分别是：第一棒中国娃娃，第二棒朱瑾，第三棒郭子乾，第四棒肖孔。 这一场竞争激烈的第21届少年接力赛，现在正式开跑。哎，老板，他们在骂我。 就在泰国来了中国娃娃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呢，小猪队的何雨文一马当先率先抵达第一关，酸酸辣辣喽！第一关酸酸辣辣，参赛者必须将一碗又酸又辣又烫舌的特调酸辣汤喝完，就可以交棒给队友，跑向下一关喽！加油，你中国阿快，加油！你行的。 尽量吃，好吧。啊，糟糕！泰国人都吃辣哈。哇哇！才吃了几口，何雨文就精神尖叫倒退三步。看来亚洲食神何雨文今天要过这一关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喽。好辣吗？加油！加油！不辣吗？你们觉得不辣？好吃，好吃。真的假的？糟糕！好辣哦！你们不是人，你们。 果然泰国来的味觉跟那个泰国的味觉是不一样的，但是何雨文你不用怕，在台湾呢你也算是我们食物界的一个第一把交椅啊，很难得呢有人呢可以在这个荧幕面前呢吞下3-40颗鸡蛋，然后呢再加上5000 CC 的苦茶，哎呀，当今天下有谁可以喝这么多苦茶还不落赛的？哎呀，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但是你不用怕，之前呢，因为我常待第一关啊，待到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现在还是没办法跑掉，所以呢，我有准备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可以跑了，我可以到第二关去用滑的。哎，很无聊。怎么很无聊？你怎么把我战绩界那么轻？什么战绩？没有啊，那是你哎，创举耶，台湾演艺界创举耶，很辣，很专业。两位都已经不讲话了，到现在。辣到讲不好，辣到讲不好，很辣。 对，很辣。所以呢，我们要讲一些话，说这个跟我们的新专辑的名字的歌一样，酸辣汤。所以呢，特地为了你们准备的啦。加油啊！剩下一点点，加油！何雨文。
这一关呢已经用了。加油！哎，外国人替你加油！哎 ，Hello， Hello， Hey， Where come from？ 哎，哎，加油加油！来来念，我吃蜡笔，我加油加油！脚伤未愈的孙杰志现在获准破例踩着滑板特项第二关前进了。当中国娃娃还在仔细品尝台式酸辣汤的同时内，孙杰志已经来到第二关了。在第二关，愿者上钩。参赛选手必须在30秒之内将悬吊在吊杆上不断晃动的铁蛋儿以嘴巴咬到，就算过关了，就可以把接力棒交给下一棒的队友，跑向下一关。否则的话，除了遭到大牌处罚之外的，还得跑回上一关。来啊！我来了。开玩笑。圈铁铮铮的硬汉，对不对？铁铮铮的硬汉，来，这个几秒，这个几秒？30秒，有时间限。30秒，等等念完才开始哈。很厉害，一个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来不及。对啊，还有一点点而已，快点，快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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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可以了，可以了。走走走走，准备开始，30秒，告诉你这个比较有技巧。哎呦，厉害呢，哎呦，厉害呢！啊，糟糕了，糟了啊！来，稳定好地方。还有，还有，哇，漂亮，漂亮，这还得了？加油！我们已经快速上榜了。二十秒，五、六。八啊，糟糕了，30秒太快。5、4、3、2、1，超短路。哦，超短路，快点，快点。杰志，你要加油，你要争气，好不好？他们不会摇呼啦圈，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就靠你。阿刘伟呀，我的妈呀！快给他，快加油！慢慢来。那个输样输样快啊！奇怪，你们奇怪怎么过不了？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应该可以过了啊！残而不废的孙杰志，虽然这一次挑战是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十分有信心能够过关的。再来看看，同样来到这一关的楚景，是不是也同样有自信心呢？计时。开始。对对对，你算那个跳动了，然后跳一次到嘴巴吃掉。加油！不要用力。自己的嘴巴。因为我们很久。怎么弄？我不懂，我怎么弄？在哪？在这。加油！加油！快点，跳到过来。踩一下。你以为他自己会晃过去吗？你要去接他，因为手指那么重。哎，你要不要铜像？三。你看我对你不错吧？帽子拿下来是对的，对不对？跟你有过一次经验，下次来我们就吃到了。快，好，加油，回去，回去，加油！回去要怎样？回去将那两个蛋糕。加油！不要，不要，不要再重来啊！又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天兵哦！阿小郭队今天想要赢得比赛，看来得靠上帝的保佑了哦。再来看看已经回到第一关的小猪队的情形呗。我来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这轮就完了。我回来了，宇文你还好吗？我不好，我很想你，我都流眼泪了。真的哈，很难受，对不对？太可怜了，这个啊，真的是艺人非常的辛苦哦，吃成这个样子，算是。但是你相信我，因为啊，上次是1分钟，现在变30秒了。我越来越快，我根本没办法。不，我第一次一定过，一定过，好不好？一定跟你保证，好不好？加油加油！你不要让我再吃了。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脸，你的脸。发生了什么事？你要赶快再喝。真的吗？我的。加油。好辣啊！两队人马又回到第一关短兵相接了。他看见何宇文和中国娃娃对阵一碗酸辣汤那一副对比三射穿肠毒药的恐惧表情，身为队友的朱景、孙杰志纷纷挺身而出，为各自的队友分担了几口酸辣汤之后，现在中国娃娃已经喝完最后一口，准备要交棒啦！你是董卿，耶，喝完了，加油，加油，拜拜，拜拜。亚洲食神，开玩笑，当今演艺圈呢、啊、最敬业就是我们的何宇文小姐了。而且呢，最后一口，没了，再一口，再一口，加油！在我们演艺圈也有这个素有杨贵妃之称啊，非常多的艺人，包含外国人呢，看到她之后啊，那个就会为之动心。耶，喝完了，加油，加油，走。孙杰志还在吃力地踩着滑板车向前滑行的同时内，朱景已经快步跑到第二关挑战啦！你就用这样左右晃，加油！晃过来就吃，不能太大力晃了。快来吃！好，快一点点，快一点点，快一点！加油！加油！很厉害的，快了！带，这跟带去环游世界。不要吃了，等一下。六五，最后弹跳，三二已经吐到七。那你帮他吃。之间来去匆匆的出警，即使他把嘴巴张得像河马那样大，仍旧没有办法让冥顽不灵的铁蛋停在他的嘴里呀。现在出警要再回到第一关去了，我们再来看看小猪队孙杰志的表现吧。来啊什么啊，打到我。他都这样逃不动，然后就碰到嘴巴，哎，真的真的，糟糕，何宇文要杀人了。孙先生到底是有没有认真在闯关呐、啊？哎呦，竟然把铁蛋当成溜溜球那样使劲的甩，嘿嘿，失败也是意料中的事儿喽。现在孙先生得要回到第一关去面对喝酸辣汤喝到吐的何宇文喽。而另外一边，早一步返回第一关的朱景和打死不肯再多喝一口酸辣汤的中国娃娃则是僵持不下，没有人愿意完成任务呢。停止了，没有人要很饱，然后很辣。我们要过了，过了赶快跑。没有人走，很快，会是第三，再来第三。很快，加油！吃完就对了。对，为了赢得50,000元的奖金，郭子乾恨不得一口气连碗带汤将这一碗烧滚滚的酸辣汤吞进肚子里去哟。此时，小猪队的孙杰志也回到这一关喽。哎，你们大家都回来了。哎，锅盖辣吧，辣吧，辣吧！我辣到胃都快吐了。怎么样？还好吧？还好吧？还在吐哎，真是。阳光不要弄啊，今天。啊，辣行不行？我当然不行，我肠胃炎，你说行不行？
真的。我马上送医急救，我才刚从急诊室回来。好了。那怎么办？那宇文我吃好了，你到第二关去。原本因为脚伤不能吃辣的孙协志，现在勉强其余的答应和何宇文交换棒子了。这样患难见真情的表现，让大家的心靠得更近、更团结了。趁着小猪队在一旁喘息的时间内，郭子乾狼吞虎咽的把一大碗酸辣汤全都给喝完喽。好吗？Go！ 大家是不是要有拼劲？来啊！加油，你是 hero！ 啊！为了把握时间，争取最后胜利，小猪队的孙协志一边喝酸辣汤，一边和同队的季琴、何宇文商讨战略呢。而就在同一时间，小郭队的初级和郭子乾已经抵达第二关啦。干！哦，哎，干脆你，我来吃铁蛋。我哥，好人做。好人。一句好人做到底，看来郭子乾今天很有机会一人跑到底喽。但是你，糟糕糟糕糟糕，加油！啊，差一点，还差一点，加油！好像真糟。十、九、六、七、五、四、三、二、一，最后一颗，最后一颗。哈哈哈哈哈哈！我起光了。你要跑回去还是不跑回去？加油，加油，加油！哦。我的体内燃烧起来，我需要扣小琴过来吗？没有我孙协志做不到的事。哇，协志赞哦，协志赞，好了，跑哦，跑哦，跑哦，来，跑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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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太想念你们。真的吗？那哦，快把你干巴喝下去。你快回来了，我跑了多痛，我也超痛。不行，刚刚那口真的很辣。你自己回来，自己。个人作业，个人打了。小郭队制定了新的比赛规则了。啊，中国娃娃叫楚景，自己回来，自己出。现在楚景真的认命的自己吃了呢。咱们再来瞧瞧前进到第二关的何宇文有何表现呗。好，计时开始。哎，达到了。聊天有你，到底是拿蛋要咬他还是打我？我奶奶的嘴皮都来这招。啊！照这种情形看来，何宇文得再加把劲儿，才能够把这一颗顽皮的铁蛋儿给驯服了呢。再来看看在第一关的小郭队的情形呗。加油，加油，加油！一个咬，一个都咬，太，我那个加油，那个太辣，对，那个太辣。卡一个东西，加油！别再回来了。加油，宇文加油，宇文加油，咬住他！
得走，低得垮啦。何宇文的努力果然不负众望的让下一棒的进行得以冲向第三关去了。而季美美前脚刚走没多久呢，小郭队的竹井后脚旋即踏进第二关了。这个高度点过来，计时开始，给他晃晃过来就吃，加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加油。在哪？我不敢啊，你不要这样子，你叫我不敢吃。二关之间徘徊的两队，在何宇文以及楚景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先后向第三关迈进了。第三关裙摆摇摇，限时30秒之内，参赛选手必须一边摇呼啦圈，一边穿上指定的衬衫，完成动作就可以将接力棒交给下一棒的队友跑向下一关，否则除了遭到大败处罚之外，哎呦，还得跑回上一关。加油！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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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这样的好运会不会也同样降临在小郭队这一边呢？哎呦，赶快来看看郭子乾的表现吧！计时开始，加油！我刚拉5个扣，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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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咱们还没啊，时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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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闯关失败，必须由第三关退回到第二关的郭子乾，是不是有机会反败为胜呢？小猪队又能否通过第四关的考验，得到50000元的奖金呢？第四关，地转神射手，参赛选手于30秒之内天旋地转10圈之后，站在规定的距离外，将一颗篮球投入球框中即可过关，完成任务就可以冲向终点啦！小叮当，小叮当，我要万能门。叮当，给我的小叮当，你是拳头啊，你要拿拳头跟我。等一下，计时开始。发表看呢？快好。8、7、6、6、6，啊！哦，小叮当力，一阵天旋地转，果然让罗志祥晕头转向，篮球打不到篮筐，想得到50000元奖金，小猪队可要再接再厉喽！第
边的郭子乾带着一脸派退回到第二关了，他能不能再度挺进第三关一雪前耻呢？现在就看楚景的表现咯。计时开始。太高了，加油。好，乖，他乖过来。最大吃四方肉，效果队有他守在这一关，哎呦，痛痛的啦！就在郭子乾急速奔向第三关的同时内，小猪队的罗志祥已经先行抵达第三关喽！嘿嘿嘿嘿，真真高兴的见到你，嘿，满天欢喜是欢迎你，嘿，欢迎，一起来。笨蛋一起来，笨蛋一起来，我们欢迎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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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这个腰力要非常重要的，你那边乱弄的话，回去第二关去卤蛋去了。来了啦，你离我远一点啦。开始。You okay? Okay. You okay? Okay. Okay. 20。要回到第二关，对他的姐妹淘何以文诉苦去了。再看看郭子乾摇呼啦圈的情形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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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后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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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战屡败的郭子乾已经失去面对楚景的勇气喽，现在由九孔代替他跑进第二关去。